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等等氛围。纹身高纹的，之前怎么没见到过？没有啊，很久了，你没注意吧？哦，只是觉得有点熟悉罢了。怎么，你前女友也有，李悠悠也有啊？前女友，哦对，那你聊聊你的前女友们吧。欣然，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？我要吃了你，信吗？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喂，阿阳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有事想跟你说。我现在在陪客户吃饭，可能会晚点。这样，你先睡，别等我。没事，我等你，多晚我都等。那我先陪客户了，挂了。我今天是客户，明天又是什么身份？我们宁总原来是一个受人摆布的赘婿啊。今天我倒是要看看，谁才是受人摆布的那一个。生气了？恼羞成怒，霸王硬上弓了？对啊，因为我就是霸王。是霸王还是王八，要看我有没有享受到才算。下回我让你感受什么叫真霸。从今天开始，每一秒都很期待下一次。怎么了？我不该来吗？还是里面藏人了？我倒希望里面有人呢，就可以不用住这破地方。怎么了，我家宝宝，一见我就发这么大火？我哪敢发火呀？倒是你，一大早在公司热情似火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为了来说这件事的。什么事儿？
我对你的事可不感兴趣。不行，这件事你得帮我。有事就来找我了。你家李悠悠现在风头正盛呢，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。她怀孕了。什么？但不重要。你可真够冷血的。我对你可不冷血啊。这样，等我忙完这阵子，我就送你回五星级酒店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我呢，怎么会骗我家宝宝呢？那你要我帮你干嘛？帮我盯起欣然。这个宁阳，演技也不差呀。但没到最后一刻，输赢还没定呢。这真搞笑啊！自己跟新欢打得火热，让我去当五千的，我不干。喂，妈。林佑安，你怎么又往家里打钱啊？我们在家花不了钱，你照顾好自己就行。嗯，妈，我公司刚发了奖金，我不是想说这不是要过节了吗？你跟爸去买点好吃的。我给自己留钱了，留了。妈，我这还有别的事儿，我要先挂了，咱们下次再说。那你保重啊。嗯。我家宝宝怎么这么好啊？钱都给爸妈了，那你自己怎么办？这样。一个人在公司多无聊。一起玩呢、啊，停一停，你先听我说完好不好？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不是想要钱吗？跟我在一块儿，可以赚到非常非常多的钱，就看你怎么做了。谢谢宁总，谢谢宁总，谢谢宁总。